今天我们民建联是几位议员来到澳门，行程虽然短短一天，但是非常充实。我们上午也去了澳门的口岸，包括青茂口岸和横琴口岸，是考察这个合作茶叶一次货行的。一次的排队，一次的查证就过到关，悭很多时间。其实有三道闸，大家看得到，其实我是拎着回乡证的，我现在就放下去。咁啊，跟住就做生物認證啦，面相同埋指模啦。好，咁啊，第三道閘咧就等啊過內地啦。咁啊，全程即係需要咧係排一次隊，檢查一次證件咧就翻到內地啦。咁我哋下午咧，亦都係同交通局啦，係睇咗好多關於澳門交通上面嘅一啲嘅措施啦，包括輕軌啦，咁同埋佢嘅一啲嘅環保嘅公共交通工具真情巴士啦，亦都了解咗佢哋智慧出行嘅系統啦，同埋一啲實時監察嘅交通狀況。咁啊，最後亦都係睇咗旅遊局。咁啊，介紹咗澳門嘅旅遊。今日咧，依個行程就真係非常之豐富嘅。有我自己最關心嘅新能源公交啦，我哋睇咗佢哋嘅一啲嘅增程巴士。咁另外咧，令到我自己最印象深刻嘅咧，就係佢哋嗰個智慧出行嗰個交通嗰個管理個系統。依個唔單止咧係即係令到市民出行嘅時候咧就更加方便，亦都係可以避免咗一啲擠塞嘅情況。而且咧喺平時辦理一啲同交通有關嘅一啲嘅政府的文書啊、證件的時候呢，其實就很方便，完全基本上不用去到運輸處，即是他們說的衙門，見人都不用見，就已經可以辦完所有的手續。我自己呢印象很深，就是今天跟旅遊局呢再有個比較詳細的交談。其實港澳呢，我覺得呢大家可以一起去合作，特別呢用好大家一起有個協作，例如說澳門也都可能他會有些大型的活動的時候，可能呢吸引做一起做宣傳的時候呢，就吸引國際旅客呢其實會來香港用埋我哋香港嘅國際機場，可能咧佢就喺香港又玩一陣，咁然之後又去澳門參加一啲嘅大型嘅活動。九龍東咧就係交通最頭痛嘅一個地方，咁今次嚟到澳門之後咧，無論輕軌又好，或者我哋頭先黑勤講嘅智慧出行系統都好咧，其實對於舒緩行人行車嘅擠塞咧，有一個好大嘅幫助。真係希望咧，香港政府要學下澳門咁樣，令到大家係真正智慧出行先得啦。咁其中咧，我都特別係感興趣嘅，就去好落力咁樣去做好佢哋嘅民生。就係、譬如話佢哋嗰個 A P P， 即係我個 app 啊，佢有一個一站式嘅服務嘅一個 app， 佢係將所有跨部門嘅嘢擺曬落去，醫療啊、民政啦、稅務啦、各方面佢都全部擺曬落去，而唔會分散。而家目前香港其實好多係分散，其實如果能夠將佢全部擺埋一齊喺一個 app 嗰度，連交税都可以在入面去做的時候，其實是實在是很方便我們的市民。所以其實在這方面，我相信我們香港都可以參考澳門，也都可以做得更加好的。香港澳門兩個都是特區，也都很多相似的地方，特別是好像我們跟內地的往來，每日居民其實出出入入都很多，所以也都很多東西是可以值得去看多些，互相有啟發的，互相學習，將一些好的東西是放下去，令到我們的民生得以改善的。